我看看我们的送礼人数差几个？差两个。酒桶多好，我不想玩那种就是没有统治力的英雄。酒桶不厉害。你看剑圣武器大师，我为什么玩这两个英雄？因为这两个英雄他有统治力。你真回家呀？回吧，回家亏三个兵，亏死你！这波兵线不推啊，他出来正好亏三个兵，咋不学 W？ 那学 W 还咋对线啊？而且 W 其实跟 Q 差不了太多，没啥用，打不死。哎呀！他丢三个兵，都是切死你了。赵信。漂亮啊！回家了，谢谢收肥街跟的三个飞机。坏了，我们一共四个人参与了我们飞机抽奖。这样吧。这野区你也打不过他呀，我马上到。我们一上来平 A W A 接 Q 一死。来，我帮你一波。很明显啊，这劫啊是有眼儿的。来，我们要他一波。不行，再要一波。来，今天必须要死这个劫。减速，来，减速到就死。我有鞋，你有吗？那姐有鞋呀，天哪，完了，上路也有点小亏，赶紧回。他有鞋，我靠，这怎么出鞋呀？这姐哪有出鞋的姐？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，谢谢王大娘的飞机。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咋的呀？我不红都晕你吗，小积木？哎，把你当兵给你补了，我让你 Q 我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
他也是还好啊。非得过来烧，也不知道烧什么。哇哦，有劫！我得先出水银海，否则这个积木不好杀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为啥不支架？你支架他能跟我打吗？不一定跟我打呀。我操，这把这么难打。谁来了？赵信来了。赵信来了，我说句实话啊，嗯，换不了，我只能杀一个人，这两个人我只能杀一个人，我们不够肉。需要等二十秒，你这勾引的也太明显了吧！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给我上来，闪现了吧？起！没事，这积木我能杀。这小兵别卡我走位呀、啊！再吃一层，我们回家。你也不知道这个积木到底要做什么，我只知道我们得必须得赶紧推塔了。迅速推塔，
然后去帮队友，让我们的鳄鱼在这个时间点有统治力，知道吧？要有统治力。出个挺技，这把就不出咳血了，这把出咳血追不上人，去下路，这波往下路走。来，让他上的钩，上的让他钩，往上上来，我到了，我挺进 W 晕，你走得掉？你走不掉。没事，这赵信能死，我直接红路晕，平 A 一过来 ，A 接 Q， 一上来平 A 挺进，再平 A 一下，死掉。一波一换三可以接受，来吃打皮，上路去一个人啊，那刀锋让杰无限单杀呀，这哪能行呢？回上路吧，下路塔没了，我们去上路守一波塔，正好这边有炮车，这积木也不能走。他100%要拆这个塔，他即使用命换，他都得把塔换了。所以我们不吃白不吃，这140免费拿。我操！我马上到蛤蟆，这蛤蟆玩的不错呀。来，他们全走了，我们过来中路把 AD 杀了。来，挺进 W 晕 ，W 晕开大招 AQ 平 AD 一死。平 A 红怒破盾 A 接 Q。泰坦什么意思？加血有没有？加血，谁的点炎？我操，泰坦的点炎。我他盲劈500块没了，哎西，小龙我们得要，我马上到。来，刀锋装备其实也不错，那积木搁上路发育，我们这边龙必须得要啊。跳弹下去，
哎呦我操，打得好快哦。没啥意思。你跑，你有技能跑吗？算了，泰坦来了那就拉倒了吧。怎么撞墙了呢？好虚弱，好 Q， 抠的抠的那抠歪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一直追我呀？我们反其道而行，往下走。看着 AD 弹不弹，弹的就死。弹的就死。先走了。哎呦我！哎呀，还是给我打死了。我不跳下去是不是好一点？不跳就好了，不应该跳下去。不跳下去还能让他们追一会儿。那蛤蟆加上那个沙勒芬尼过来，我们可能能反杀。那劫没有大。也得想办法杀他一回。谁老投降了？对面不就杰跟赵信肥点吗？那六个人头都泰坦的有啥用呢？这他妈还是塔杀的。找 AD 去，死定了。他不值钱，我要那么多头没有用，给一个。没多少钱，行啊，刀锋能杀寂寞。刀锋能杀积木，这就行。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跑了吗？你天君劫，哎，我们要先杀 AD 啊，别人没啥伤害。
你走不了了。我有点盐的，小伙子。鸡魔王拿走，你给我减速道，晕住，平 A， 平 A， A 接坑，再见，小龙。姐，你走啊！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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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子我们拿。你们撤，龙我拿，回家。把蟹手除了，除完蟹手，我们来一个蓝盾这一把。对面没啥回血的东西，我就出蓝盾了。对面有回血的东西，我们就不出蓝盾了。这赵信还出个海妖，出蓝盾。他怎么的呀？哎，积木，积木可以杀积木。没事，他们技能都没了，可以打。留不住人呢。我们吃了三个大。刚有个可血战斧，可能就好了。后期不行，把它换了。队友技能都没放，这边他们要打，真不一定能打赢。劫，漂亮，打劫 ，nice， 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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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二十秒赵信活，把大龙打了。你别踩雷呀、啊！回家蓝盾，蓝盾出完，我们还需要一手振奋。跑得真快呀、啊，机动性是有点高啊，这鳄鱼。出完这么个玩意儿呢，确实是有点狠。小狼了一波。这波确实是不应该，我的问题。但是一换一还行，还行。一换二，血钻。一换三。拿下，直接中推，这波一换三 ，ADC 应该是有技能的啊 ，ADC 应该是有道，给我推一个他，哎呀。
差50块钱。多了，马上来啊！回家出个蓝盾去，打波团战吧。好久没打团战了，我好久都是我们上去一个打两三个、四五个、六七个，这不行，得打波团战了，得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史前巨鳄。我们保一手辅助。你给我蓝盾减速，我让你知道知道，嗯，我让你知道知道，我让你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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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你啊，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史前巨鳄。我卸手还没触发呢，我告诉你，都给你们杀了。我拆中塔，你们去。我操，卸手触发，漂亮。这不用我了吧？应该不用了。打个红的，红没有，吃他个鸡吧。哎呦我，你性格还挺装逼。哎呦天哪！你以为一个小小的无尽就能杀得了我了？这叫蓝盾制造。三条龙了，哎，我们先晕造进啊，然后开大 A 接 Q 平 A E红路晕一上来，挺进破坏，平 A 平 A 平 A 红路扣，推破 K 中推，那小黄毛怎么不来呢？差一件振奋，把中路推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用惩戒呀？我走走，没下去，给我瞎当了。大龙没了吗？那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。
哈子给我抢一个，哈子，哈子三千血了，哈子。还要打吗，兄弟们？哎呦，漂亮，这边 nice， 可以，来刀锋收一个，漂亮，刀锋差一点，姐姐打劫打劫，剩两个人。我正在以每秒八十迈的速度赶往，算了，别去了，去小龙吧。我们呢？先打他一个蛤蟆。把跳弹也给他们打了。在这等一手。算了，在这等没啥意义，我们在这等吧。啊，在这等一手。踩雷了。又踩雷了，踩了两个雷。开龙，他们不抢，我们先干这个赵信啊！要赵信没办法抢龙，我的蟹手一触发，抽一下，打法留住，平 A， 继续一波。嗯，剩个劫，小黄毛就愣追，追他干嘛呀？好踢，闪现挺进 W 移过来 Q 平 A， nice， 赵迅马上复活了，赵迅复活了，我不管，隐隐隐隐了，隐隐隐了。